当年文章与姚笛婚外恋情虽已时过境迁，但姚笛、马伊琍、文章这三个人的生活还是颇为关注。日前，姚笛和男友现身北京机场，当天她穿毛呢大衣搭配运动裤，混搭风十分随性，或富二代男友相伴，让人低调赶路。作为当年周一见女主姚笛，自然受到不少影响，事业上止步不前。此次娇羞与新欢在一起，再一次引发网友讨论。但从目前来看，富二代男友对她还是非常好，不仅礼物用心，而且对她倍加呵护。从姚笛的笑容就可以看出幸福。而姚笛大方挥手打招呼，无名指上戴的戒指十分抢镜，估计婚期将近了吧。就在姚笛疑似结婚的消息爆出来不久后，马伊琍就发了一条意有所指的微博，称老子有今天。前不久有网友偶遇姚笛，并没有与男友一同出现在街头上，而是与男方的家长一起出现在某火锅店的门口。姚笛戴着一个贝雷帽，穿着一件很是宽松的衣服，下身穿了一双过膝的长筒靴子。两人走出火锅店之后，姚笛挽着长辈的手，一路是有说有笑，这难道是独自见家长的节奏？